就这样行了。对了，就往右转了。那边到了。啊，这样行了。旋转一点，旋转一点。好了好了，这样这样上就行了。可以上可以上，你先上先上。上上上。行了吗？哎呀，非常完美。安徽挖出八卦形古墓，采用一夫一妻一妾合葬制。专家打开墓葬以后，三具棺椁诡异地斜着靠在墙上。在随后的清理过程中，各种诡异事件不断上演。随着墓主人的棺椁被打开，堆积成山的金银珠宝让所有专家看得两眼发光。这是黄金，这是真漂亮，真漂亮，这能怎么样长得一个人能大自顾啊。那么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形式，加上奢华的陪葬品，墓主人到底是谁？这三具棺椁在下葬的时候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保持你的好奇心，双击点赞加个关注。今天小纪带你揭秘诡异的八卦形古墓。2019年5月23日的下午，位于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的下塘镇，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道路施工，突然挖掘机挖到了一些青灰色石砖。刚开始人们并没有太在意，然而青砖却越挖越多，数量超过了他们的想象。领头的工人就感觉到不对劲，立马意识到这可能挖到了一座古墓，于是就将这一消息上报到了当地文物局。不到半个小时，一支考古队员迅速赶到现场。经过专家的初步勘探，这是一座砖石古墓，但是古墓的年代一时还无法确定。工地上挖到古墓的消息很快就在周围传开了，此时现场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群众。然而专家却一脸惊恐地望着这座墓葬，心里喃喃道，怎么会这样？只见这座墓葬煞是诡异，居然是奇怪的八边形，周围还雕刻着一排密密麻麻的诡异符号，就像传说中的阴阳八卦阵。墓室的顶部也和其他的墓葬有所不同。墓口范围找到之后，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再向下发掘。发掘首先是这个墓室的顶部暴露出来，顶部是这个叠色穹窿顶。这个叠色穹窿顶它的这个垒砌方式是这个一块四壁的壁砖这个不停的向内这个收缩，然后到这个顶部形成一个很小的一个缺口，用这个覆顶石或者这个特制的一个方形的砖把这个上部的缺口盖住，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墓室。当年能享有这种墓葬形制的，最起码也是一二品的大员。激动之余，考古队员开始向下挖掘。为了更好地保护墓室内的棺椁，考古队员决定从墓室的顶部将砖石逐一揭除。经过几个小时的清理，墓道的全貌显露了出来，长9米，宽2米，由不规则的切阶台阶组成。当考古队员将墓门表面的淤泥剔除后，墓门上方用青砖构造的两根门簪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我们现在面前的是这座墓葬的仿木结构的一个墓门。这个墓门呢，这个在安徽地区是非常少见的。它由上往下依次由几部分组成，最上面是这个由平砖这个砌成的这个挡墙，往下依次为檐房，然后用砖雕砌成的这个斗拱，然后砖雕结构的四地花纹，再往下就是这个门框、门槛，然后门簪，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这个墓葬的这个封门。这个封门后面是这个拱形的这个墓门。这也是我们目前这座墓葬这个我们觉得非常出彩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仿木结构的墓门，诡异的八边形墓室，两根门簪，如此形制特殊的墓葬，再一次让专家断定墓主人的身份绝对非同小可。当专家进入墓室以后，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大跳。只见墓室中有三具大小不同的棺椁呈倾斜状诡异地倒在墙壁上，看起来就让人背后发凉。此时专家也是高呼，考古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墓室。然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这三具诡异的棺椁整体迁移出八卦形的墓口。刚开始专家以为是一件十分简单的工作，但是却难如登天。由于棺椁呈现倾倒状态，再加上八卦形墓口十分窄小，导致抬棺的工作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眼看着周围的群众聚集的越来越多，专家们也是担心棺椁会遭遇不测，经过商议决定让人砸毁八边形墓葬口，将棺椁整体起掉，回到博物馆再进行下一步的开启工作。终于考古队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棺椁全部运往了实验室。此时的专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即将解开一段中国历史上最奇异的一幕。
安徽道路施工意外挖出八卦型墓葬，采用一夫一妻一妾合葬制。专家进入墓室之后，三具棺椁诡异地斜靠在墙上。在随后的发掘当中，各种诡异的事件不断发生。为了保护文物的安全，专家商议决定将棺椁全部运回考古博物馆进行下一步的开棺工作。然而他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三具倾斜的棺椁不受损伤地取出。首先考古队员要做的就是将棺椁全部扶正。啊，你这个你这个看死吧，看你这个你这个画里我来给你看看。你看这个这上头是吗？好。为了避免起吊时棺内的文物散落，考古队员给棺椁进行了加固，然后对底部比较脆弱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的防护。一二三，爬不上。一二不上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抬头杠那个抵住了。没指，没有。我指到。一二三。松一点。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由于棺椁在积水中长期浸泡，使得棺材的重量直接翻了好几倍。即便考古队员用尽了全力，棺椁只有轻微的移动。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墓室空间非常狭窄。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已经移动了大概有三公分。那你现在讲方案，我在这看。啊，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怎么放的方便？这个宽度不够了。这个也移动不了了，吊着可能那一种，把它吊在这个位置放，吊在这上面来。对，我们现在把它放。狭窄的空间使扶正棺椁之后再起吊的计划无法实现，专家们不得不再次调整方案。经过商议后决定先将较小的棺椁起吊到平台，然后再扶正较大的棺椁。此时现场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这也使得在场的考古队员感到压力巨大。所有准备工作完成之后，起吊工作也正式开始。经过小心翼翼的起吊，墓中较小的棺椁终于被放置在平台上。考古队员尝试将其扶正，但是关键是这个侧板歪了。哎，你两个侧板这个紧啊都没有法子，那个板子太差了，还放倒，要不然你这样怎么行啊？先放倒吧。让专家们感到意外的是，这具棺椁并不是整木结构，材质也比另外两具棺椁差得很多。那么这具较小的棺椁中究竟有什么？为何它与墓室内另外的两具棺椁差别如此之大呢？难道它是墓主人的妾室？此时现场围观的村民也越来越多，直接将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考古队员决定将三具棺椁全部运回实验室，再进行下一步的开启工作。伴随着吊车的起吊，第一具棺椁被完好放置在车上，接下来就是对最大的棺椁进行起吊。为了避免文物受到损伤，他们还是先对棺身进行加固。有了前面的经验，本以为接下来的起吊工作会相对顺利许多，然而起吊刚刚开始，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由于棺椁超出了墓室口的长度，使得棺椁一时无法吊出，考古队员不得不砸毁了八边形墓葬口。再往这边来，可以点，往这边来一点，可以来。好，你预备。好，这样就可以了吧？起吧。很快，第三具棺椁也被成功起吊，最终墓室内的三具棺椁全部都被成功装车。长丰县政府对此次发掘十分重视，决定将闲置的老法院的审判庭提供给考古专家，为接下来的开棺做准备。经过一个小时的缓慢行驶，运送棺椁的车辆安全抵达老法院的放置区。然而就在棺椁运往室内的过程中，意外再次发生了。不知道你这样的话会开会打个转。经过所有考古队员的齐心合力，三具棺椁顺利的被运往室内。那么棺椁中到底有什么奇珍异宝？打开棺椁又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好，就这样行了，就往右转。那边坐了，旋转一点。好了，上，可以上，你先上，行了吗？
哎呀，非常完美。安徽泾县八卦形古墓采用一夫一妻一妾合葬制。专家打开墓室以后，三具棺椁诡异地斜靠在墙上，仿佛像某种仪式一样。随着三具棺椁被依次运到室内，开棺工作也即将开始。2019年5月17日一大早，所有专家来到现场，三具木棺大小不等。为了尽快确认墓主人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首先对较大的棺材进行开棺清理。就在专家对木棺进行测量绘图的时候，突然发现木棺的前后都有木块，而这些木块的作用让考古专家看到了古人在制作棺椁时的精巧之处。二叔好下葬，直接抬那个原木，两头的原木棺材一断，然后把绳子一回头，如果绳子穿在棺下面的话，它不好抽绳。其实这一棺呢，我怀疑啊，也是穿绳子。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在考古队员的面前。我觉得底板还能看得到你的那种。哎呀，你不要开车吧，你现在开车吧，好像你过去其实有点变化。啊，这个高度呢？那你如果这个棺材是正着放的话，你还是要开？是，开正着放这个，正着放。这就按你的来，按你的来。我这边再垫高一点。为了更好地保护墓棺内的文物，三座棺椁在起吊运输的过程中都处于倾斜状态。现在的问题是，是否需要将墓棺扶正再进行开棺？这个墓葬里面三具棺，因为这个地下水的作用，然后在野外的时候已经是处于在墓室中处于这个倾倒的状态。在我们把它吊到室内之后，这个如果把它扶正，对里面的这个包括人骨包括这器物会造成这个损伤，所以我们在开棺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它在野外一种情况来开的，让它处于一个前倒的状态。经过专家的反复商议，决定维持现状进行开棺。开棺时，为了防止棺椁倾倒损坏棺内文物，考古队员决定在开棺的一侧加垫木条。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以后，他们首先对棺钉进行提取。这具木棺是三具木棺中最大的一个，棺盖上的七个铆钉起到了很好的加固作用。随着棺盖被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棺材散乱的文物，这也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是一个完整的器物，一个回半口的一个瓷碗，这是完整的器物。最后专家开始对棺内的文物进行提取，首先提取的是一件瓷钵，经过水洗清理之后，瓷钵的原貌也显露了出来。这个白瓷很漂亮的，对，这个棺的瓷，这个釉质做得非常好，对吧。随后一件七杀棺的出土让在场的所有人更加相信墓主人生前很有可能是个大官。由于七杀棺保存的不是很理想，考古队员在提取的时候格外小心。当第一批七杀提取之后，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这是件漆器。漆木器吧，漆木器。亚字形漆盒被成功提取，漆盒的出现又预示着什么呢？在亚字形漆盒提取之后，一件方形器物显露了出来，侧面有一条开裂的裂缝，这也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小心翼翼地打开漆盒以后，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件金色的铜镜。考古队员小心地剔除着其中的淤泥，铜镜上居然还有金色的痕迹，这也更加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清理继续进行，这是一件镶银口八曲魁口漆盘，这也是第一具棺内最后一件文物。由于文物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较长，专家们决定先将文物全部浸泡，以此保证文物的湿度。至此，第一具主棺的清理工作也终于结束。但是棺椁中并没有发现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印章或者墓牍，考古专家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另外两具棺材上。2019年5月28日，考古队员决定对第二具棺材进行开棺清理。当第二具棺材被打开之后，眼前的场景再次让众人吃惊。只见这具棺材内部的文物比之前第一具较大的棺材还要多，而且文物更加精美。随后专家开始小心翼翼地对棺内的文物进行清理，大量的文物被逐一提取。老朱，这个我们漂亮，这个是印花的，下雨的，这个印花，这个画皮了，这漂亮，这是你的花纹图啊，怎么能烧出来的？我得在小裤子里，这么丑。你说，人家那个花说，
即使已经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侵蚀，但是依旧光彩夺目，就像刚刚下葬一般。就在这个时候，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淤泥中一个金光闪闪的金手镯被提取了出来。凭借经验，考古队员推测或许棺中还有一个手镯。很快，另一件手镯被找到，当专家清洗干净以后，色泽依旧如新。你这是黄金镯，这是真漂亮啊，真漂亮，这是能小模样长得一个人自己能大自顾啊。仔细观察手镯以后，专家惊讶地发现上面还有许多纹饰，这些纹饰究竟是什么？这与墓主人的身份又有怎样的联系呢？随后又清理出来了金簪、金钗、金耳环以及大量的金珠，由此专家推测，这名女性墓主人在下葬的时候应该佩戴有非常多漂亮的头饰和装饰品。虽然墓主人头戴的冠饰已经腐朽，但是存留的耳饰以及黄金饰件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墓主人生前的雍容华贵。精美的文物不断出现，在专家的清洗之下，一件金背木梳呈现在所有人眼前。随后考古队员又清理出来了101枚带有字体的铜钱，大量铜钱的出土也印证了大墓的具体年代。让人感到十分失望的是，这具棺椁也同样没有出土可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相关文物。2019年5月29日，考古队员打开了第三具棺椁，让所有人感到失望的是，棺椁中只有一些银背木梳和银簪。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来，在那个年代妾室的地位非常低下，下葬时采用的棺木材料是三具中最廉价的，陪葬品也是少之又少，比起第二具棺椁有着明显的差距。至此三具棺椁的清理也全部结束，到最后也没弄明白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你们觉得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谁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双击点赞给小季加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